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下面玩的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：幽冥录》。好，我们下一个主线关卡是护之府阎王战场宫。梦见师探的东厂御渠处，闻尽之的阴谋，却也遭到成功的发掘。虽不知他会如何阴影，连丹生仍决定将计就计，在文静之出巡的路上暗中保护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我录的时间是凌晨四点，所以我讲话声音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声。大哥，这就是我探到的情报。东厂要是在文知府出巡路上突袭，而且当中还夹杂着知府复位的内应。此外，还有一点可以利用。东厂提督陈崇一将我当成六扇门的人。东厂和六扇门同属广场，合作关系相当紧密。东厂此次行动本想掩人耳目，在荒郊野外围杀文知府，可如今他们既认为已被六扇门查知，想必那陈崇一在行动前必会投鼠忌器，不敢大举出击，甚至可能放弃此次行动也不一定。你说那陈崇英将你当作六扇门的人，是？你可有承认？不，我没有。可言谈之中，他是这么认为的。你且把你们俩的对话说与我听听。莫剑师一五一十将当晚发生的事转述给严丹生。妹子，你对六扇门可有了解？这是自然。为了寻找深刻的线索，我也对六扇门调查过。正邦人忠君爱国，几乎个个都对文知府一般嫉恶如仇，对于师门更是。师门？难道啊？我啊，妹子，你的打探技巧虽然独步天下，可是陈崇英似乎是比你高了一筹。那陈崇英的气场确实不凡，难道是因为我当晚太过惊慌忘了这层啊？大哥，实在对不住。无妨，那崇英必是故意试探你，诱你入这圈套之中，从而使咱们泄了提防。咱们既然知道这层，便更不能松懈。喵。哦，看来龙王与罗刹回来了，正好。妹子，我听说了，你一个人跑去东谷谷，还和那崇英交上手，怎么不想和咱们说一声？人肉嘴杂，多说无益，至少严大哥是知道的。哎，老子听说了，那长工可不是简单的对手啊！老子还在朝廷时，光是见了那张白脸，浑身都要打个冷战。猫妹子替咱们带来了东厂要围杀文知府的情报，咱们便利用这次机会救下文知府，邀他入帮。大胡子，你真要请他入帮？真的那么死脑筋，真瞧得上咱们？即便他瞧不上咱们，他也已无处可去。这种刚正不阿的人才，朝廷肯定是容不下他的。大哥说不错，温东胖这人啊，脑筋死是死，办事能力还是没话说的。况且他也是有恩必报的人。三日之后便是文知府出巡之日，虽然不知东厂是否真如我们所料，将计就计，但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，沿途保护文知府。老广、罗刹，你们和我一块带弟兄扮作行商文知府的车队一出发，并远远地跟着他后头。咱们的车队就交给敖管你来掌舵。我知道了。罗刹，地球的指挥就交给你了，我会负责对付陈崇英。嘿，包在老子身上吧。另外，东厂虽然目标是文知府的车队，难保不会对他宅邸的妻儿动手。猫妹子，这部分就和上次一样交给你了。车队从敌府邸出发之后，便将他们带到这安置，等咱们消息。交给我吧，大哥。东厂的杀手可不比寻常官兵，大伙自己得加紧准备。哇，这么快！好，看来不能选我们的人，那我们就先选。我们的人已经上场，是不是？OK。少林寺十八铜人，
前方来人，见到知府大人的车下还不快快让开。喂喂喂，那边那个挡在官道上做什么？没瞧见这是知府大人的座驾吗？明白的话赶紧闪开，没准知府大人心情好，无降罪于你。怎么回事？那人有个阴阳怪气的家伙挡在道上。那人啊，要不要咱们兄弟将他抓回衙门去，严刑逼动，屈打成招？你们两个安静，阁下何人？为何拦住本官？来取你性命？呸呸呸！我们文大的何等神通广大，会拒你们这些小贼？哈哈，便是咱们禅寺兄弟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你们今日可倒大霉了！飞蛾扑火，螳臂挡车。大人放心，我俩必会守着大人周全。好，众将士，随本官杀败贼人。文静之语音刚落，突厥背后风声突起。卢慧巨比反射一般往后一架，却见对手竟是自家护卫。你这是做些什么？哼，果然是偷袭，没那么简单。各位人听好，得这狗官相上人头者，场功重重有赏。哼，这狗官花的咱们好苦，终于可以一吐怨气。平日动辄便打咱们好几大板，挺威风的嘛。今日叫你知道咱们的厉害。厂工，你们原来投了东厂吗？大哥，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啊！属下无礼文大人，这下可不是孤立无援的吗？老弟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四面楚歌，大势已去。你们两个到底跟不跟？你们都要对狗官为伍，就莫怪咱们刀剑无情。哎，我们兄弟俩果然还是。他们两个原本应该是要加入他们的，然后看到严丹生来帮他的话，来帮文静之，他们又继续待在文大人旁边，因为他们知道严丹生的实力嘛，我猜的啊。哼，刚好赶上啊。什么人？神枪会东海龙宫，你们也是来杀本官的吗？哈，正好相反啊，文同伴，咱们是来救你这死脑筋的。救本官？你们为什么？老弟，你瞧，有转机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可不是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老弟，那咱们便压这啦。老哥，这把稳赚不赔，正所谓重质不重量，贵精不贵多。你们两个墙头草，这回可是选错兵了。但我会杀的是左官呐、啊，够胆就试试，大伙。坐下文之府，击败所有敌人。文静之败王。那我们先。文某乃是朝廷命官，哪个可能跟那些土匪些同流合污啊？我看一下哦。直线五格，把这招提前放了。好弱，我没想到这么弱。少林寺十八铜人，哈。抽筋断骨绝业，这招好眼熟啊！断坠，铸石劈身，我们先用这个。文静之后有杜康九，文某乃是朝廷四九如命。哪个可能跟那些土匪些同？文某乃是朝廷命官，哪个可能跟那些土匪些同流合污啊？同流合污啊！那不是《水浒英雄掌》吗？
横扫千军，兵贵神速。杀！不是省油的灯，老大没了，老大没了是你们！哈哈哈哈！看到摩萨哥了，厉害了吧？绝业，直线三个，先把这个干掉。孩子的，哼，看你如今我这背心掀开，是光。学业。哦，还蛮帅的啊。啊，阴魂不散的。哎呦，感觉蛮帅的，还行还行。然后，范围内。他一直喝酒欸，打架不打架，一个给我喝酒。狂风迅速，这些贼好好生厉害，哼，到头来还是要本座亲自出马吗？长公属下办事不力，长公恕罪。爸，这几个本不是你能应付的对手。陈崇英，哼，文静之，你和这些御林匪贼竟还有这的联系，倒是大出本座意料之外。本座记得你是最看不起这些江湖败类的吧？哼，江湖败类，只怕是比那些权贵蛀虫也好上许多。哈哈哈！说得好，好的权贵蛀虫啊！本座部下疑兵之阵，故弄玄虚。本料尔等就此松懈，可却还是没能骗到你们。有见识，有见识，你便是严丹生。不错，东厂提督陈崇英的大名，严某亦是如雷贯耳。本座今日来此，只为取温知府性命。严丹生，你神枪会和东海龙宫颇有能力，何不重新考虑为本座效力？本座包你衣食无余，荣华富贵享用不尽。哼，你要人死，我要人活，咱们两人是说不对头了。何况荣华富贵还是自己亲手打下来才有味道，东厂那些肮脏的勾当，你另寻他人代劳吧。哈哈，是吗？可惜，真是可惜。有伏兵。严丹生还未回应，突然觉得面门一阵劲风扑来，陈崇英一双手爪已逼近眼前。严丹生挡架已是不及，单刀只得挥向陈崇英斜下，欲令其侧手自救。陈崇英爪路一变，避开这一刀，再度从另一死角抓向严丹生喉间。严丹生不敢怠慢，催动无间大法，
五开刀木护住全身上下。陈崇英手爪虽快，处处碰上踢到的兵器，却也无法攻进半分。好身手，本座已有好些年没有舒展筋骨了，有何本事全部施展出来吧。大伙齐齐称这人武功可不一般，是一等一的高手。喂喂喂喂，我的倭寇死掉了。而且我麻绳不够多，因为在幽冥路麻绳可以把一些小兵抓成自己的队友，但是这些队友死掉就死掉了哦，就没有了哦。先保护文俊之啊！碍事的家伙，都给本座杀了吧！碍事的家伙都给本座杀了吧！而你的配音是长这样：原名陈崇英，中场头目，手段阴狠，武艺倒是造诣不明，是当今朝中最令忠诚义士切齿痛恨的一人。借囚禁戚将军的机会，打算诱出与朝廷作对的江湖人，并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长花宝剑，哦，还有背刺，是不是？碍事的家伙，都给本座杀了吧！碍事的家伙，都给本座杀了吧！哦，就一句吗？碍事的家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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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就一句，都给本座杀了吧！杀了吧！文俊之快跑啊，文俊之。雷厉风行，直线三格。直线三格。地址真烂的，哦，好痛哦！先把文静那个陈公公干掉。碍事的家伙，都给本座杀了吧！流血重伤，可找监军击飞。引起，先用这个好了。哦，左右互搏，我看你也撑不了多久啊，陈崇英。青铜将士 ，body， 很好，很好，再来人呢、啊，让本座看看你还能撑多久。陈崇英双爪方飞，招招手拿紧，袁丹生以刀木护住全身，虽是自保无虞，却圆不出手来进行回击。可恶，这太接近是什么功法？他已经出了近百招。我却苦无防守之心，如此一面防守，阵地总有耗尽之时。陈崇英，你忠心不义，本官今日便将你诛了。哈哈哈哈，二打一吗？本座可还没把你们俩放在眼里。陈崇英左爪炸开芦荟巨笔，击向严丹生，右爪以迅雷之势往文静之喉颈扼去。文静之功力稍逊，加之久战乏力，猝不及防，竟给陈崇英一击得手。哼！严丹生少了负担，趁机潜运无间大法，顿时眉宇间紫气大盛，一刀急偏芦荟巨笔，飞身当空朝陈崇英右臂斩下。
陈崇英本带结果的文静之，但看严丹生这一刀来势凶猛，若不收手，整只胳膊都会给他卸了下来。当即抛开文静之，侧手而退。哪里走？严丹生被陈崇英压制已久，如今斗欲扬机，哪可心防？当即强攻数刀，逼得陈崇英退步不停。黑白斗篷给严丹生刀劲划过，片片衣带如雪花般纷飞。不过一时疏忽，竟将本座逼到如此境地。好，本座便用这招和你分出高下。陈崇英迅捷三爪阻至单刀来刺，屏气凝神，防守一抓，椎间碎石破空而出。来呀、啊，陈崇英！这头严丹生单刀裹起无间内劲，不惧掌风当面。尽蓄刀锋，刚落猛虎，欲抹陈崇英脖颈。那头陈崇英手爪运上长花真气，不畏利刃在前，气凝指尖，急如流星，要拿严丹生喉头。两人身负当世奇功，棋逢敌手，全力施为，皆要在这最后一击上分出高下。嘻呀，呵、啊，大哥，长弓。看看陈崇英手拿严丹生喉头，严丹生刀抵陈崇英脖颈，双方剑在弦上，真目对视，只需略一用劲，便能置对方于死地。却都在这最后一刻，凝气未发。严丹生，你用的是什么功夫？哼，这叫无间大法。陈崇英，你这又叫什么功夫？哼哼哼，没听过长花宝剑吗？你们这群匪帮可真是孤陋寡闻呐、啊！你也没听过无间大法、啊，哼！咱们是谁赢的？哼哼哼！这本座的手先摸上你的咽喉，可在本座用劲饿死你之前，会是你这把肮脏的刀先将本座的口给砍了？咽喉是乃是人体自然之处。陈崇英，你想杀阎王，又何须用劲？严丹生，你为何而战？我记得陈公公不是有在帮那个秦王吗？印象中啦，因为在正传的时候，后面的 DLC 更新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去玩。但我看别人的实况是有主角是有去帮陈公公这条线的。我的大义，哼，好的大义，何谓大义？杀该死之人，就该活之人。该死该活是由老天爷定夺，岂是你一介匪贼说了算？老天爷，哼，你信老天爷吗？不错，本座信的从来只有自己的这双手。陈崇英收回扣在严丹生喉颈的手爪，转身离去。成功，那果冠，咱们走吧。文静之给丰都殿里的阎罗王勾去了，他已不是咱们的麻烦了。陈崇英，你这可他还，哼，幽冥异路，人鬼殊途，该死该活已是那阎罗王的苦差事，交给他去烦恼吧。是，哼，丰都殿里的阎罗王嘛。应该蛮喜欢这些话的。黑蚂蚁生金丸，黑蚂蚁生金丸，麻绳哎，终于拿到麻绳了。判官黑白无常加入队伍。数年后，哇，太快，数年后了吧？我，是丰都的阎罗王啊，是丰都的阎罗王啊，我，嘿。凭你也配师父咱们帮主名讳？阎罗王，饶命啊！我阎罗生变成这样子哦，太快了吧！我还没准备好哎。放火，把这一位平定。是。哇，大家都变样子是不是？太快了吧！可是现在还是这样啊。怎么了，判官？没什么，本官不过有犯。一回不去从前的荡开盖叹罢了。哈哈，罗萨，你长脚啦，罗萨。
哈哈，也是帮主也说了，如今掌门技不容于世，就只能做封路的鬼差了。孟婆，你太快变成这样了，我不习惯。这些朝廷官兵勾结倭寇，残害良民，本是罪有应得。判官，你在意的是当时掌门上次杀人放火吧？这些难改罢了，不用在意。本官如今已了解到，过去奉行那些律法不过只是个笑话，公理正义自在人心，原帮主对此有深刻了解。可不是吗？老大将咱们两大帮合二为一，成立丰都之后，总被小门小派望风而降。如今咱们是南方第一大帮派，就连大名鼎鼎的丐帮也得忌惮着咱们。日子久了，大哥他想统整两大帮派，我也是不能不理解。可说到底，这丰都的名字可真是和我海龙王对不上头。哎，帮主他也没强迫你改名啊，臭水蛇，你纠结什么？这倒也是。大哥虽成为共主，两个奋斗诸帮事务却还是交给你们两军权处理，这在其他帮派可不多见。是啊，实际就从和从前没什么两样。大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甘愿居去旗下。打从和大哥第一次见面，便觉得还有这种气度。妹子你呢？前些日子听说你那聂大哥的所在，你还有那失踪的孩子要寻，难道要陪着咱们这些草莽野夫继续干？罗刹，你瞧我这服装画得如何？画得如何？不就画得跟鬼一样吗？是啊，就像鬼一样。现在的我是丰都的厉鬼，至今依旧没有我那孩儿的消息。只要一日寻不到我那孩儿，我便不会卸下这装扮。这是我对自己的提醒。而圣哥，那些锦衣卫知道我是谁，我若是与他相认，只会让他现在的身份被拆穿。我只要知道他好好活在这世上，心里就很欢喜了。当初若不是你们和大哥救了我，我也不会再见到圣哥的机会，与你们一块南征北讨，不过是报答这份恩情罢了。敖广、罗刹，谢谢你们。妹子你，他妈的！罗刹拿起酒碗，大口地喝起酒来。妹子。你要谢就谢大哥吧，那时候也是他带头。咱们丰都发展至今日，规模也不小，让那锦衣卫也不敢明着气上头来，护你一家子也是绰绰有余。你该去找你属于你的幸福才是。高广，待情势稳定之后，我会考虑的。你们几个，方才在这些说些什么？大哥。大伙在说你的好话，好话，哈，说我些什么？让爷们也听一听。自此，南方江湖帮派以丰都为尊，打着叛业绝罪、审阴断阳的旗号，外聚倭寇，内抗朝廷，单批百姓甘受其庇护，教众无数，声势浩大，历史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，丰都正式成立。样子变了，我喜欢你们之前的样子。好吧，好，那我们的部队呢？我们也多了四位，就丰都鬼众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大家样子变回大家熟悉前段的样子，只有阎罗的肖像还是不太一样。然后敖广、罗刹、孟婆、半广、黑无常、白无常都是一样的肖像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呢？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的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右下方的订阅把铃铛给打开，也欢迎到我粉丝专页按个赞，以追踪随时消息。那现在大师有了微博，那微博的话，我大概只会在微博上面放上更新的消息，然后把连结 YouTube 的连结放上去，因为微博好像没办法上传影片超过5分钟。好，那谢谢大家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